那我们就给子琪和云晶加油喽，好不好？有有有，压轴，加油！我们最后的惊喜就靠你们了。祝你们海阔天空，海阔天空送给你们，加油，加油！他在时光的舞台上，用一首《句号》开启了新的旅程。有请 Jam 邓紫棋带来《海阔天空》。谢谢。哇，你们的粤语都那么好吗？感觉来到了演唱会现场。其实呢，我想走心的说几句啊，就是其实我刚刚在听杰哥唱这个《泡沫》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感人，因为十年前我就是在《我是歌手》上面唱的《泡沫》，然后当时也是因为这个节目而认识了杰哥，然后。就真的我觉得杰哥鼓励了我许多，帮助了我在这个一路的高山低谷里边重拾了我自己的很多慢慢流失的一些信心，所以我觉得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爱。这就是爱，这就是爱，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哇，好感动啊！哇哦，哇！大家一起唱这个是最好的，太好记了，还好这首歌词好记，就四个字。那除了要感谢刚刚的杰哥之外呢，接下来我也要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偏爱的一个时光好友，他也是在我的人生路上呢给过我许多的鼓励。有请我们这个惊奇组合的金张云金。 Hello 大家好，各位时光音乐会的观众们，你们好。云晶刚刚在后台听着杰哥唱《泡沫》的时候，他也一直哭。但是呢，我觉得我今天要看他在接下来唱这个已经发行了14年，而且至今还是音乐榜单常客，而且至今还每天拥有着超百万的播放量的一首歌曲《偏爱》。所以我们现在先把舞台交给云晶，你们会唱的都跟他一起唱，超大声的唱好不好？谢谢子琪，所有在台下支持我们这些音乐人的人，偏爱送给你们。谢谢你们让我享受邓紫棋般的待遇。不是什么邓紫棋般的待遇，他们都是因为你而欢呼的。太感恩了，真的。他们是因为你的作品，是因为你的歌声。是，对，很感恩，我觉得很感动，真的。看到台下这样大合唱，我看到你在台上面很热泪盈眶的那个感觉，就是用尽全力的在歌唱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感动。对，我觉得我们可以站在这台上一起唱歌，我觉得真的是对 amazing 惊奇组合，对呀、啊，太惊奇了，对呀、啊。云晶好像云晶也有一段很不容易的时期，对。然后我本来呢打算设定的这个四位号码呢，其实是2010，因为呢，对，我跟云晶是2010年认识的，然后变成了好朋友，然后我们认识13年。
但是我觉得今天呢，先在后台听到杰哥的肺腑之言，然后看着云晶，你们那么多人支持他，你们那么大声地唱他的歌，因为他而欢呼，我觉得很开心。友谊是一辈子的事，所以我的，对，你们真的是太对了，太对了，一三一四，赶紧来加群吧，一辈子的好朋友。好的，计时开始。一辈子的好朋友，希望大家一辈子都有爱。啊，合照是吗？拍一下你们，拍一下你们。拍下了你们每个人呢、啊、也拍拍我们。那这样的话就一个都不会漏，对吧？好，那最后倒计时，五，你们加入了吗？你们加入了吗？进群了吗？三二一，时间到。好，那二位就先回到我们的时光之家稍作休息。我们群里见了，想要刚刚的合影，还有视频啊！快点加群！你知道怎么做了啊？一三一四啊！谢谢。来了来了，他们来了。他们回来了。我说过不闪躲，没有什么错。真的超大声的，刚刚。好好听啊！有忍住眼泪吗？有忍住。举杯。很感动，很感动，感恩。圆满。这位在台上就开始发自肺腑之言的聊天的朋友。对呀、啊。这就是。这么帅。你是临时上就想着唱的是吧？对呀、啊，我们都炸了。炸了。幸好你这首歌的歌词很简单，不然我还真不一定记得住歌词。我们也在跟你合唱那个《海阔天空》，是吗？那当然，状态特别自如。他今天唱这《海阔天空》就是很享受、很自如，完全就像当年我们听他唱《黑凤梨》的那，然后而且就是感觉他很快乐，那个从心里感觉到那种满足，特别好，特别特别好，很轻松哦。非常恭喜子晴，谢谢，群演大胜利，谢谢。而且今天其实云晶只让我们大家真的是惊艳，光一想前奏一出，我们说哇是那味儿，是那味儿，全都回来了。你要多写多唱。刚才我想加你们的群被拒绝了耶，人数满了加不进去，对吧？对，满了哈，厉害，肯定有惊喜了。那我们其实已经2000多了，我们所有的加起来。超了。